又传出婴幼儿奶粉遭到污染的消息，喝下肚子很可能会引发肠胃炎。卫生署接获欧盟通报，由荷兰进口的育乐婴儿奶粉，还有金育乐成长羊奶粉，原料疑似遭到沙门氏菌的污染。卫生署立刻紧急封存这些批号有问题的奶粉，总共有18000多罐。同时也提醒家长注意，家里头是否还有这两款问题奶粉，可以办理退货。就是这两款荷兰进口的婴幼儿奶粉疑似遭到沙门氏菌感染，卫生署13号紧急要求业者暂停出货，并下架回收所有问题产品。如果是在这个生产过程的作业卫生条件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呢，可能都会不小心的就是污染到食物。那一般来讲的话，它就会引起肠胃的这个疾病啊，就是拉肚子啊，或者是腹痛这样子。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表示，因为接获欧盟通报，由南韩制造出口到荷兰的半乳寡糖被检验出病原性沙门氏菌，而且这个原料没有经过杀菌处理就添加到部分产品，其中育乐婴幼儿奶粉以及金育乐成长羊奶粉就刚好也添加了这项问题原料。经过调查发现，育乐婴儿奶粉的问题产品共有一批，有效日期是104年4月11号，已经被卫生署查封了649箱，总共7788罐。而金育乐成长羊奶粉则有3批问题产品，有效日期分别是104年3月22号、103年10月18号以及103年7月7号。有疑虑的问题的奶粉，那我们都有送到 SGS 检验。那因为是需要时间的，那报告出来的话，我们会开记者会通知大家。至于已经流入市面上的产品，进口商全丰公司表示还在回收清查中。如果消费者家里还有这些问题产品，可以办理退换货。而卫生署也建议民众生食和熟食要分开，加热要完全，就可以有效预防细菌性食品中毒。记者赖淑敏、吴家宝台北报道。